在香港演唱会上以天后王菲的经典粤语歌送上惊喜的颜爵，9月8日又带着他的全新国语专辑《好的情人》再度现身香港粉丝面前。虽然签唱会只选在商场内举行，但仍有数百位死忠歌迷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一身白衣如王子般现身的颜爵也在现场再度大展拒绝破音的实力派唱功。这张新专辑中不仅有颜爵创作的歌曲，更有天团五月天参与其中，与颜爵合唱一曲《洁癖》，让颜爵大呼这正是自己爱情世界的真实写照。爱情，我觉得我真的有爱情洁癖，就是我很难去爱上一个人，然后呢我会一直很封闭，但是呢遇到喜欢的我才会把自己的那个心房打开。那一直让颜爵视为女神的郭雪芙算不算是真爱了呢？提到女神的名字，颜爵立刻害羞宅男上身，坦言每首情歌都是送给女神的礼物。新专辑每首歌都可以送给她。对，有没有送专辑给她？哦，其实有，对，而且其实 Dream Girls 都有送，然后跟他们的经纪人也很好。我的身份应该还 OK 吧，就是后来他跟他经纪人也有来看我的演唱会，对，所以在这边再一次谢谢你们的捧场。竟然打动女神来为自己捧场，看来颜爵和郭雪芙发展的前景相当乐观呢。爱情充满希望，事业上颜爵也是心图坦荡，攒足力气准备进军香港。香港我欣赏的其实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像我这种的，就是歌手也是制作人型的，像方大同啊，像陈奂仁呢，都很棒。然后如果以就是纯歌声来讲的话，我心目中的歌神就是 Eason。 以陈奕迅为目标，颜爵你的野心还真是不小呢。